东北猪肉炖粉条子，嘎嘎板正。河南胡辣汤，中。广东煲仔饭超好食。山西刀削面又粗，生死不味。广西螺蛳粉香啊！上海火锅面糕老好吃哇！山东煎饼卷大葱老好吃。江苏南京盐水鸭，无锡小笼包，徐州把子肉，扬州炒饭，台州长干丝啊！来了成都还是要吃四川火锅。